给你踢踢，那个给你打打，我在黑天雨里赔打击三次，那就是那看守们经常打我，这个黑铁房里关着。在黑铁房里关着，这个在玉泉楼前面是个小饭馆，后边黑铁房，我那个没有连牌子都没有牌子，那个被关是2005年，那个10月份可以关一回，2005年的这个春上关一回，这关我的可大，我被关，从2002年都开始上下来打我，给我打的满身是伤，要打死我上房有子，我的难处算多的很呐。很小一个事，就这陪他们地方先迫害，重点是政法委书记迫害我，给我打的现在，现在正好我回不去家，我姥姥几十岁了，我2008年我在老家说的过年，今年的2009年、2010年，我现在正好来北京，现在无处存身，在北京这躲着不能过年，我没办法，我都开始去捡垃圾，去前天那个老刘说捡垃圾，祝福你的那个给你捡垃圾照个相，我是住窑洞，住桥洞的呀。没办法，这现在中啊，我娘借几个钱来这儿住。那现在中啊，我60岁的人了，我现在中啊已经3年不敢回家了，回去都抓我。而去年是2009年的这个3月份两回以后，我回去我抓起来，这个劳教1年，拘留所的这个拘留我2次。地方现在重点是政法委书记，现在中杨振云现在中啊，在包庇那违法害我，是第一名。我才从老家说的出来，在我杨平，有我定位第一名，还要管我，要管60个人，还要管我，我管我6000人在外边一天，咱邓州市不平安一天。他们就是这样的，召开公检法会议，召开政府会议，把我当成重点对象。我现在中啊回不去家，今天这个老头打电话来，行行哭，老头被打残废了，现在一个人在屋里。黑监狱，我是给我家里，去年给我家里，我不走，我手铐带着，几个一群进我屋里14、15个警察，2个110车，那一边挡住这个堵住这个我的出口，这边堵住2个110车，一共4辆车上我家里去，这个抓我。我说我犯啥法了？他们说，你抓你是这个叫抓你是中央有文件，胡锦涛有批示。我说你问胡锦涛的批示哪来？我犯啥法了？胡锦涛还批示抓我呀？这是原话，他们那个警察这样说的。不说你啥，先走吧。一回关15天，挨了3次打，每一次都是15天，天天挨打，天天受他们的看守们踢打。你要讲上嘴都是嘴巴子冷呀，嘴巴子大，可给我大。你提起来这黑监狱，我真是都是难受的很呐。我这黑监狱是跟那个小铁房叫啊，住一间房，全是铁房啊。你电话你都打不出去。他们也2005年开始管我的，那一天就要吃2顿饭。就是一个剩菜剩馍，他们前面去走了，那卖是个开的饭馆，给前面看是个小吃部，给后边是黑监狱，他们吃那剩底子菜拿去给你吃，你不吃，都开始给你脸拧拧，看你那啥样子，你还成天搞共产党了，你不吃饿死你，就是这一枪，没办法，就啃他2嘴干馍，吃的都是他们的煮茶室的东西。这是南阳地区的黑监狱啊，这是专门管那些上访就是说是你上访高的饿的来北京，我是在北京一般都是常住，老住你就开始给你管到了。我们那黑监狱那天是管一共管的是4个人，那几个管管都4、5天都叫地方接走了，我一管半月，最后是有病了，眼都红肿起来了。他们准备是要常管我的，红肿起来以后，他们给我拉到南阳，走到拉到南阳，离南阳还有120里路，那坡里，那就是2000底的那山沟里，给我扔到那哈。我自己一拐一瘸的跑到南阳去，到南阳以后，跟人家那司机们说，给我拉回家了。南阳离我们那还有得180里。那个玉泉楼与那个牌子的那个楼边的跨个牌子上玉泉楼边起一个柴所，别的什么那个牌子都没有，我光知道那个方向。现在那就是那是南阳地区的黑监狱。
专门给我拉到那个地方，我连续在那个地方关两次。就是2007年，抄黑监狱，那个黑监狱算是消失了，我也不敢闯门了，我也不敢露事了，就是一直都不敢告状。2006年，2005年跟2004年关我两次黑监狱，2006年我就不敢告状，在我家里这个亲戚家住一年，躲避一年。这2007年开始了拘留，那个拘留老家我。政法委书记杨振云组织公检法还在追抓撵我，我到处现在这往躲藏没有办法。求求这个那个咱们在维权人士和各个新闻记者为我这个维权那个救救我，能叫我这个受迫害的上访人得到一点平安的生存。